好，三位一起来合唱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，同时唱完之后立刻告诉我你们要淘汰的是哪一位。没有这样，可以一起淘汰吗？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。小声，心若疼，连问候都太残忍。情深成恨，成真伤到我笨。打出烟雾弹，让比较笨的假装在写，要不然你站在那个中央位置，很明显，西位很容易被淘汰。对，四个字，答案的第一个字。坏掉的坏，坏，好坏的坏啊，好跟坏，哎呦，哦，有好有坏，有好有坏，第一个是坏，三，二，一，亮答案，坏的好人，然后叫坏人，坏人好人吧，坏人，坏的好人，坏的好人是什么？坏人好人吗？坏的好人。谁写的？谁写的？那么厉害！哇塞，莫名其妙就中了，猜中了，太难了。好，把对方干掉那一位的名字讲出来。我们仁慈一点啦，因为他们只三秒钟就没有淘汰就弃权了。三，我们仁慈一点啦。二，好了，罗平，罗平啦，罗平，罗平。OK， 留下会写中，我压力好大，我压力好大。怪盗罗平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那我是这个队友多厉害，我压力好大，换你写了，换你写。好，所以现在两队的人马，一边两个，一边有三个，还要淘汰。再来啊！这么残酷啊！淘汰是哇，请出题。这么多人。微凉的晚秋，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。完了，剩下这几位拐瓜裂枣，都没有答案。优秀的选手反而坐在淘汰区里，这是什么比赛？多少年。我们好像有动静哦。好，三二一，亮答。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，爱上你是我的错。正确答案是。来，三位，终于是心仪有唱过的歌了。哦，真的，你有唱过这一首？那来，三位一起来合唱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，同时唱完之后立刻告诉我你们要淘汰的是哪一位？没有这样，可以一起淘汰吗？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。我们决定要让最后一位会写中文的离开这个舞台。好狠，好狠！是你，你留下来。不是说写中文的留。最后一个会唱，连中文都听不懂。这么说，我们挑舞这边已经变成是一个人的武林了。哦，没问题的，可以的，很帅哦，一个人撑起来，一个人扛，很 man 哎。对，但是你还是有希望的。可以的，你还是有希望的。好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们也有可能答不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叫什么希望？这什么？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好残忍哦！难道一生的时间都用来换和你一个误会？谁能真的让心幸福的？进入抓马后勤部队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快点啦！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你们干嘛这样让老鼠屎浮出台面？哦哟，好残忍！一、二，没关系，注音也接受了。对，请亮答案。
傻子，你怎么骂人呢？干嘛骂人？对啊，你们干嘛这样子针对？好，怎么骂人呢？让人身攻击。是你不知道啊，我是你想要，你不知道。正确答案是傻子啦。这个时候出这个题目，傻子太gay了，太 gay 了，太 gay， 太 gay 了，太 gay 了，太 gay 了，太 gay 了。你们很坏。恭喜我们星光大道获得第一阶段的胜利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就选秀老鼠屎的求生战。